今天是2020年12月1号。今天祖国统一台湾了吗？快乐。今日2020年12月1号。今日祖国统一台湾未啊？快乐。Today is December 1st, 2020. Has China reunified Taiwan today? Very soon.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缅怀解放军总司令朱德，他是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，公认的中国红军之父，功勋卓著。他组织开垦南泥湾，倡导培育了南泥湾精神。他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，毛泽东称赞他是人民的光荣。在朱德诞辰134周年之际，让我们一起缅怀致敬。全体战斗人、指挥人、文字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，同志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，今天和全体人民在一起，共同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。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、工作人员，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，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，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。